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至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台中慈院胸腔内科暨睡眠医学中心邱国良医师。意外的发生总是在一瞬间，可是对人体的伤害可能是多重的。那对于孕妇发生车祸意外的状况，那可能问题就更复杂了。我们要考虑到妈妈的这个健康以及胎儿的安全。那今天很感恩在现场，我们在邀请到了台中慈院的医疗团队当中的两位医师来帮我们分享啊，一个孕妇发生车祸引起严重的一些伤害，那来到台中慈院，他们怎么发挥这个医疗团队的良能，然后帮孕妇以及胎儿做最好的救治，那甚至让他们平安出院。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台中慈院一般外科陈家宏医师。那陈医师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台中慈院一般外科陈家宏医师。还有我们的妇产科李月圆医师，李医师您好。主持人您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慈院妇产科医师李月圆。是，那欢迎两位来到现场，等一下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个案的一些情形。那首先我们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为观众朋友接 call in 的团队。好，我们有骨科陈世豪主任，整形外科陈俊豪主任，耳鼻喉科吴宏斌主任，影像医学科严宝胜主任，身心医学科郑纯奇医师，以及肠胃内科许芳泉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您拨打专线电话04-2536-2377，感恩您。首先还是欢迎两位来到现场，等一下帮我们分享一个孕妇发生车祸严重的一些个案。那我们知道她发生严重的一些内出血，那怎么做黄金时间的一个治疗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来介绍这个个案。2012年2月1号下午4点，救护车警鸣声划破了台中慈院急诊室的上空，救护人员紧急送来一位怀孕7个月的妇人。在骑车下班的途中，苏女士被一辆路边违规停车的小客车波及，在闪避不及后被后方拦车追撞倒地。因为他们知道我孕妇，所以赶快帮我照一个超音波看小朋友的状况是怎样。我的感觉是我自己本身的那个脸色一定是很不好，一直在苍白当中，因为觉得一直很痛很痛这样子。透过超音波的检查，腹中的胎儿暂时无恙，但苏女士血压持续下降，呼吸心跳异常，医疗团队担心苏女士体内可能有出血，进而影响到胎儿的存活。透过电脑断层以及显影剂注射下发现，苏女士的脾脏跟左肾已严重破裂出血，导致血压持续下降。在考量腹中胎儿以及妈妈的安全，医疗团队随即启动了相关科别，由一般外科团队先切除苏女士破裂的脾脏，止住出血。因为她脾脏破裂大出血，如果不赶快进去止血的话，可能妈妈跟小孩子都会出状况。所以我们一般外科是我想说走路旁那个走路旁带，我们先给她先进来。那我想整个过程就是我们一般外科先把脾脏先取下来，等妈妈的血压先稳住了，那妇产科就有一个稳定的状况，把小孩子好好的生出来。在切除脾脏、稳住妈妈的血压跟心跳之后，随后妇产科李月圆医师接手进行剖腹产。由于宝宝曾经一度失去呼吸心跳，一旁待命的小儿科团队立刻接手为早产宝宝施予抢救工作。在心跳、呼吸恢复之后，由新生儿照护团队接手照护。而这一边因车祸大力撞击，造成苏女士左边肾脏破裂出血，泌尿科团队接着后续的抢救生命工作。肾脏是第5度的裂伤，那原则上第5度的话应该是要做手术摘除的，而且刚好她有怀孕，所以小朋友顶在下面，所以她的那个后腹膜腔的血肿并没有一直膨胀开来，所以我们当下决定说她这个肾脏应该是非常有机会可以保留下来。一场车祸差一点危及2条性命，幸好在医疗团队的全力抢救下，母子均安，术后分别送到小儿科加护病房跟外科加护病房。
是不是先请陈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苏女士来到一个急诊的时候的状况，那我们是怎么评估她的？是，其实一位怀孕的妈妈因为受到车祸创伤过来急诊，能做的检查其实不多，那我们会考虑说先从一个最没有伤害性的一个超音波开始做起。那在急诊医师他第一步也是先帮这一位妈妈先扫个超音波，那在扫超音波的过程中就发现说他有一个腹内出血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说他们就马上召集我们一般外科下来做评估。那下来之后我就是马上再帮他做了第二次的超音波，那其实前后两次的超音波就发现说他出血量有增加的一个问题那再加上说因为一个创伤的病人我们需要监测他的尿液的量，所以也帮他装上一个导尿管那装上导尿管之后就发现说他出来的尿是有一个血尿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当下就认为说他可能腹部的挫伤应该是蛮严重的，所以我们就马上帮他安排了一个电脑断层的一个扫描。是，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初步的检查之后，那不晓得苏女士后来的状况确定是怎么样呢？是，我们可以用这张图来做个解释其实我们后来做了一个电脑断层之后，就发现说，我们可以他的脾脏其实脾脏是在一个靠后面靠左边的位置那他的下面就是左边的肾脏，那左边的肾脏它是在更后面的位置，它是在一个后腹腔的位置这两个器官其实。就是在相隔壁而已那因为这位妈妈她是从背后受到一个撞击，所以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就是说她是后面的器官受到损伤。那的确，我们做了电脑断层也发现说她是脾脏破裂造成一个内出血，加上说她的左边肾脏她有一个蛮严重的损伤。是的，那除了说妈妈的一个评估是相当重要以外，其实胎儿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在妇产科碰到这样子的孕妇受伤我们妇产科能够做怎样的一个协助呢？是主持人，那一个孕妇她遭受到外力的撞击，那我们妇产科能够做的第一个就是一个产科的超音波的检查。那对于说这个子宫，它外力的撞击有可能直接撞到子宫，造成子宫的破裂，那另外也有可能造成胎盘的剥离，那也有可能更严重一点，它直接撞击到胎儿，造成胎儿的创伤。那在急诊室的时候，我们跟他做产科的超音波，看初步判断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另外还要再加上胎心音的监测。那在这部分，目前在急诊室看的时候是还算是正常，但是因为妈妈在她有脾脏破裂内出血的问题，所以妈妈她是接下来她是在濒临休克的状态。但在这种考量，在这种情形之下，那接下来胎儿他的情况就会随着妈妈的病情的恶化而随着急速的恶化，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外科的团队考量到这种情形，就必须要做紧急的手术的处理。是，那刚提到这个个案相当复杂有牵扯到妈妈的一个内出血跟胎儿的紧急剖腹的情形，那这当中我们是怎么去选择怎么跟外科做协调来做手术？是因为他的出血的问题就是出现在他的脾脏破裂，这是他的第一个原因。那他复杂的部分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怀孕的胎儿，而且这个胎儿还是未足月。那第三个他是有一个肾脏的一个出血，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跟外科讨论之后，必须要先把这个母亲的状况稳定住，所以就必须要先把脾脏的部分出血先处理，之后我们妇产科要接着进去让胎儿能够赶快生下来。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同时也启动儿科的团队就在开刀房手术室里面就待命，那能够立即的接手做新生儿的处置，那之后再接由肾脏科的团队来评估肾脏，外科泌尿科的团队去评估肾脏的问题。是，对。那刚刚李医师帮我们提到最重要的先让妈妈的状况稳定，所以我们一般外科在这个情形当中怎么去选择这个手术，那怎么帮她做治疗的确就像李医师刚刚所说，因为这位妈妈在急诊等待就是检查，跟检查完我们去做评估的过程当中，妈妈的血压是慢慢的往下掉，然后整个生命征象越来越不稳定那所以说我们当下评估说这位妈妈她应该是脾脏出血蛮严重的，所以说会造成她腹内的出血量越来越多，然后血压越来越低，所以当下我们跟妇产科团队还有跟小儿科团队就是联络好之后，我们就决定说要先以手术去止血，让这位妈妈的生命征象能够稳定下来之后，然后他才有机会说让他的小孩子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说
存活下来的一个条件这样子。所以我们手术当中，因为其实脾脏拿掉它是最快速，那在这种很危急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就是要选择一个最快速最安全的一个方法。那最快速最安全的方法对这位妈妈来讲，就是把脾脏整个都摘除掉。那摘除掉之后，她的血压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让妇产科医师接手下去一个剖腹产。是的，那所以经过一般外科很快速的一个决定之后，那把输血点止住了。那所以接下来重担轮到妇产科，怎么去协助妈妈帮这个胎儿顺利生产下来，然后以及后续的照顾，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对，因为在急诊室的时候，胎儿的评估在预估的体重就大约在1800到2000公克左右，就是符合她的周数。那因为妈妈的状况考量，必须要让胎儿能够立即的生出来，那就是变成说它是一个早产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早产儿的情况的之下，那再加上妈妈的情况又不稳定，我们可以预期到说这个胎儿出生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在急诊室就已经跟小儿科的团队，请新生儿科能够在开刀房就待命，那能够接手。那开刀的时候是外科跟我们妇产科是一起进行，好，一起上去进行。那胎儿一出来的时候，一度好非常的危急，就是没有呼吸心跳，还好那就是小哥医师马上就在旁边就帮他插管治疗，那这个部分立即实施新生儿急救，那恢复了呼吸心跳之后就能够转新生儿加护病房来继续的后续的照顾。是，所以我们很惊险的把胎儿生下来，而且后续经由了急救也让胎儿的状况能够稳定下来。是，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治疗过程中，其实再回过头来还有腹腔内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肾脏我们知道它也是破裂出血，那后来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的肾脏破裂出血？是因为其实肾脏它就是在一个后腹腔的位置，它是比脾脏还要在更后面。那其实后腹腔的出血目前的原则是这样子，就是说它如果因为后腹腔的出血大部分它会慢慢的自己给止住，因为后腹腔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它跟腹腔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它出血量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因为压迫止血的关系，就会慢慢的止血住。那这一位妈妈她是因为我们把脾脏摘除掉之后，再加上说妇产科剖腹产，小孩子生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妈妈的其实她的生命征象非常稳定那加上说当下我们的泌尿科医师他上来做了一个检查之后，发现说后腹腔的血肿没有继续越来越扩大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当下就是商量说，既然妈妈的生命征象稳定那后腹腔的血肿也没有越来越扩大的情形，我们就想说要给这个妈妈一个机会，就是说让她的肾脏可以很完整的保留下来。是的，其实摘除是更容易的决定要让它保留反而是相当困难，要密切去追踪那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决定。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很复杂，从这个外科再到妇产科再到泌尿科来去整体帮他做评估所以这样子一个多专科团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医疗的个案，不晓得从李医师的角度这是一个孕妇，所以你们怎么去启动这样子一个复杂的个案当中各个不同的科别来去协助照顾，是不是请李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然后就是说早产儿的话，我们只要是评估到说它是一个早产儿，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考虑到说它后续的有可能面临到一些呼吸或者说心脏的一些问题，那这部分我们就是会跟儿科医师告知说它现在的周数，它评估的体重大约多少，那它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那跟儿科医师讨论要请他来接手，那这部分就是另外就是还要拜跟外科合作那我们这一个团队来照顾这个胎儿这个新生儿。是，我们的医疗团队相当的用心发挥各个科别的一个合作的一些良能总算让妈妈跟胎儿都顺利的这个稳定下来。那后续的一个恢复发展的情形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影片来了解他们的一个恢复状况怎么样。新小姐，还好吗？我可以这样吗？这样。不舒服。痛的东西啊。张博，我们看一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在医疗团队通力合作之下，把游走在生命边缘的苏女士抢救回来。在历经危险期之后，苏女士的身体也慢慢的恢复当中。
而在新生儿加护病房里，因意外提早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宝宝，在器官发育尚未完全的情况之下，随之而来的各种照护问题也成为小儿科医疗团队的考验。就是除了能够尽快拔管，然后开始给他这个有尽量给他肠道营养以外，我们要继续追踪他在神经发育的部分，特别是他一开始我们是发现他有一个轻微的脑室内出血的状况，虽然说不是非常严重，但是之后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继续这个出血的位置有没有越来越扩大啊。这样的小朋友当然我们也要小心说，他之后在发育的一些里程碑上面会不会比其他的婴儿来得慢。由于早产儿容易发生的肠胃道发育不全的问题，苏女士的宝宝体重一度下滑，考验着照护团队照护能力。然后我们看到她越来越瘦的时候，其实压力还蛮大的，就是想说怎么了怎么了，一直在想，跟医师也是一直在讨论说她到底有没有什么我们是可以做的。为了抢救生命，在手术中苏女士打了麻醉药跟止痛药，护理师们担心术后苏女士体内残留的麻醉药会影响母乳品质，于是小儿加护病房跟外科加护病房的护理师们分头上网找资料，也主动向母乳协会请益，最后证实苏女士的母乳安全无虞，可以放心的哺育。透过医护团队核心协力，克服万难之下，让宝宝顺利吃到最天然、营养跟富含免疫力的母乳。在保温箱照护一个月之后，体重终于止跌回升，身体正常吸收营养，体重慢慢增加。谢谢。刚才天气算未歹啊，真的还算不错。撞到那个时间点，然后送到慈济这边，刚好每一个医师都还在，他们各个单位都还在，没还就是还没下班的啊，所以他们慈济的医疗团队要召集的速度非常的快，赶在黄金的救援时间帮我跟我儿子救起来。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可以从鬼门关救出来，而且还能平平安安的这样子。就是你血小板已经下来到38万，对啊，这其实应该是还好。他就是会刚开始他会冲很高，就是皮小板升高，通常他会。脾脏位于人体左上腹内，主要两个功能是造血以及免疫能力。在成人之后，脾脏虽然已经不再负责造血功能，但是因为意外手术切除后，人体免疫力虽然会下降，但只要多注意保暖以及个人卫生，仍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变瘦了呢，对，变瘦吗？有了，有变瘦，伤口嘞。半年来，苏女士定期回到台中慈院追踪肾脏以及脾脏的状况，而她总不忘带着健康的宝宝回来探望当时照顾她跟宝宝的护理同仁，除了分享孩子成长的近况，也感恩当初医护团队的用心照顾，才能有今天最好的结果。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苏女士的个案，因为严重的内出血啊、脾脏破裂的这些状况哈，我们选择做脾脏摘除的手术。那病人这样子的手术对于她未来健康会有什么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其实脾脏它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一个淋巴器官哦。那它在我们的胚胎时，就是在妈妈的身体里面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其实它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有一个造血的功能。但是这个造血的功能一旦我们生出来之后，其实它就会转移到我们有骨髓哈，所以一般成年人他的造血功能是由骨髓来负责，那脾脏本身就没有什么造血的一个功能。那成年人的脾脏其实它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免疫功能啊，因为其实有很多像比如说外在的细菌啊，或者说我们身体里面一些老化的红血球或者是血小板，它需要因为它的它已经老化，它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破坏这些老化的血球，然后才能够让一些新生的血球可以出来哦。所以其实我们把脾脏摘除之后，对于
身体的影响，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在免疫方面，它对一些细菌的感染其实会受到一些某些细菌的感染之后，它的严重程度可能会比较严重。但是其实像这种成年人成年人会引起这种严重的细菌感染的机会其实非常低，因为像这种我们一般是常见在一个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把脾脏拿掉之后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如果说是一个小孩子的病人因为车祸创伤过来，我们会希望说可以保留脾脏，就是说尽量让它保留下来。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成年人，如果说是一个很紧急的状况，我们大概也不会考虑到那么多，就会直接先把脾脏拿掉。那拿掉之后虽然说是对于某些细菌，比如说肺炎，它对于肺炎链球菌的感染，有的时候它可能会遭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感染，所以其实目前有一些肺炎的疫苗啦，我们都会建议说大概是接受完脾脏切除之后大概要打一剂肺炎的疫苗，那可能可以比如说4-5年之后视情况再来追加再来打第二剂这样。是是是。那除了这个妈妈以外，胎儿算是一个早产的一个情形，所以在后续的照顾上面有什么注意，那胎儿的发展怎么样，是不是请李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早产儿他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包括说容易脑室出血，那另外有呼吸窘迫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有开放性动脉导管的问题，第四个还有一个肠胃道吸收营养的问题呢。那这位新生儿他是刚好都有这些问题，那他是属于说低体重的新生儿，那如果说是极低体重的话那问题会更多。那他这位新生儿的话他是有这三方面的问题。那脑室出血的部分，经过儿科的观察，那他自然的吸收复原的是还不错啦，那这部分也没有说因为他持续的出血造成的后面神经血的一些的影响是并没有。那呼吸窘迫的部分，因为他一出生就是跟他插管治疗嘛，那经过的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插管治疗之后就改用其他的呼吸器来治疗，那大概一个半月之后就慢慢的就脱离了呼吸器的治疗，所以这个呼吸的部分复原的也不错。另外第三个就是早产常常会遇到说开放性动脉导管的问题，那这个动脉导管它可以说是一个开关，就是说胎儿在母体里面它是靠脐带在呼吸嘛，那出生之后它就要靠肺部呼吸，所以它这个开关就比一般的足月的新生儿它自然就会关闭，那早产儿它就会有面临这个问题，它没有自然关闭的问题。那还好就是这个新生儿它后续慢慢因为它肺部的成熟之后，它这个动脉导管的这个问题也慢慢就自然的关闭，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后续的追踪复原的都还不错。是很感恩今天两位现场来帮我们分享这个个案，我们的医疗团队真的很尽心，然后多专科的团队来帮他协助照顾，然后也保存了他肾脏的一些功能，那感恩两位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感恩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